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x， 欢迎来到新一系列的视频。那我现在是在美国的夏威夷檀香山。那昨天我是飞了十多个小时才到这个地方。那今天洗了一个澡，真的是满血复活了。那这一系列的旅行 Vlog 大概会持续八天的时间，大概会有个六七期。那除了来旅行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秘密。那具体是在哪一天呢？还不能告诉你们，你们可以继续观看视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先去吃个饭。饭店旁边的这些都是可以免费玩的，太可爱了，超多免费玩的机器。我觉得这面呢、很普通，真的很普通，普通到就是一个蔬菜加牛肉的拉面，汤底也不好。还是我的这个比较正常一点。太饿了，太饿了，吃完饭我们要出去玩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 hiking 了，我们是在一个叫 Coco 什么玩意儿的公园，我会把名字和地址放在屏幕这里，大家感兴趣可以来走一下。哎，这个是可以一直往山上走，然后你随时回头都可以看到后面风景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这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条路有多么的酷，它是会直接通向山顶，就在我后面，从这个地方哒哒哒哒哒一直走到顶的话是需要一个小时时间的。那我们又不是什么运动达人，所以我们大概就走那么十分钟，然后拍几张照，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。继续啊，爬呀，谁没带水？快点拍几张照片了，快点了。如果说这个山有这个高度有十级的话，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0.1级。你又拍到我。给大家看一下0.1级的风景。当当当当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好的风景的话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你可以花一个小时时间跑到山顶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会儿飞一下无人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加油站吃冰淇淋了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吃冰淇淋了，好开心的吃冰淇淋了，好圆我的脸。我在加拿大是没有点过大号的冰咖啡的，这个冰咖啡跟我的力气一样大。我还没有自驾过著名的一号高速公路，但是夏威夷欧胡岛的这一段绝对是我开过最漂亮的沿海公路。Then face the world outside. I'm floating in a violent sky. I'm okay, or maybe not.
下水了。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的，我会把名字放在屏幕这里。然后我们一会儿要回檀香山去吃螃蟹，那今天在檀香山整个一天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。明天早上我们就坐飞机要去茂宜岛了。来到檀香山怎么能不吃海鲜呢？那我们现在是在一家海鲜店吃螃蟹。我们点了六个生蚝，还有一个雪蟹套餐，一会儿给大家品尝一下究竟海边的这个海鲜有多好吃。还有个干，他这个是点了那个鸡尾酒的那个sauce， 让我尝一下。非常的鲜嫩，大海的感觉。这个 sauce 这个多少钱？15块九个。15美金六个？哎，不是，9块钱六个。啊，9美金六个，一个算6块人民币吧，大概，还挺好吃的。好啦。好吃吗？嗯。很鲜很鲜，有一股大海的味道。那个水蟹还是很大的，它一共有1、2、3、3只，才三只呢。然后 sauce 我们是要了2度的辣，感觉还是很可以。I don't know.